二叔，你来了。王立坤，普通的经创药只能治标，他伤就散开。还是你来吧，背上的伤擦不到，听这手法倒是有进步啊。怎么是你？那个，我是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的。有没有一种病症会让人产生错觉，明明不相同的两个人，你总会看着一个人？好多蝴蝶啊。上官芷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烦死了，我不是上官芷。怎么开始说胡话了？这大人和小姐这是在干什么呢？他们这种有品位的人可能就喜欢这种调调。道主到，三位少主。韩青，上官小姐，一个经常来的大小姐怎么会帮我？我怎么会打脚踩我也踩会的兰花姐？再不你包扎你就死了，等着点。兰花姐，韩青，快走吧，有人杀了蔡师妹小妾，想要栽赃给你。你是何人？我只是不想让你们两个人死在这里吧。此事与你无关，我们分头走。此人虽脾气古怪，倒也算奇功好义，不亲手杀你又怎能消我同时持有杖？带个簪子而已，怎么如此紧张？不怕我了？好好做夫人，你愣着干嘛呀？快点儿！你这夫人倒是乐得享受。听起来看你是羡慕了。小心，